事放到这边来，其实应该把它往后一点点好了，往后这样会比较清楚，放到这边比较。那给各位比较一下哦，如果说你后面的东西啦，其实都一样，这个原来是密的，底下也是密的。那我讲过哦，如果说你是两个都栏跟列都锁的话，请你用什么？用 range， 因为它固定位置不会跑的。如果说你有一栏或一列，就是栏或列会变动，那你就用 sales， 或栏列都会变动，用 sales。那记得哈、哦，我前面有讲过，请你用 J 去代替 column， 对，所以取代一下 J 减一加上，哎，你会发现用 I 取代 row， 哎，有没有？其他都一模一样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几乎没什么地方是需要去，但是你可能要知道参考哪一些了啊。这边两个都锁，就用这个 column 用 J。啊 ，row 的话用 i， 好啊，一样的方法哈，所以你做完之后了哈，向下的话基本上也是一样，所以我把它贴上这边哈，一样，好，然后先 row， 所以 row 是 i， 减掉12，加上 j， 把 column 改成 j， 减掉2，乘上8，其他好像都不用改了，好，哎，所以以后哈，如果你公式做完之后放在上面啊，参考一下。其他就做完了，再来剩下什么清除？那清除当然你可以用回圈清除，或者是整个范围清除啦。如果整个范围就是什么 range 刮弧 B4 冒号 U11， 好，这个范围后面加上什么点 clear cl， 那特别重要，你不要用 clear， 因为 clear 的话，它会连你的框线都帮你删掉，格式通通删掉，所以记得 clear contents。好，那这种删除清除的方式是范围的清除啊。之前我们是那个 sales 里面给空字串，那个是一个一个的储存格删除。那差别是哈，当然以效率来看的话，这个方式效率一定会比较快。为什么？它是一次全部删除。哦，那如果是一个一个储存格删除的话，会比较慢。不过通常啦哈，你那个范围不大的时候啊，完全没感觉。什么时候会有感觉？可能你那个资料很大很大了哈、哦，那以前可能一点点就是范围就会感觉出来，不过现在因为电脑跑太快了，即便很大的范围还是没什么感觉。哦、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想各位清除啊、哦，上面清除，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，一样会有四段程式嘛，哦、啊，云端上都有。那、啊、最后做完之后啊，清除清除，向右，哎，有没有这个方向？向下，哎 ，OK， 一次就做完了，哦，啊，当然你会想说这个什么地方会出现啊？比如说你可能来源可能都三个字三个字，名字有没有？那你希望放在三个字名字放几栏？哎，那有可能会出现，哈、哦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哦，各位试试看哦。那这个做完之后呢，请各位哈、哦，我看剩下还有时间哦，我们再来讲那个一题，这个可能进销。这个所谓的销货单这一题，啊，所以等一下可以研究一下了哈。那我们可能可以做到就是输入自动化，大概就这样。